救难队从精英酒店载九名原本失联的游客，其中两名是外籍人士，一个是荷兰，一个则是香港。随着失联游客渐渐寻获，目前外籍的失联游客还有四个人没有联络上。花莲外籍游客骑着摩托车前往避难，一路上用手机拍下经过的地方，护栏被落石冲断，地上满布沙石，看了触目惊心。三边工程货车被落石击中，车体扭曲变形，一旁还有轿车受到山崩影响，整台车凹进去。失联的外籍游客陆续被救出来。截至四月五号中午，消防署统计资讯，还有四名外籍人士失联，包括一位印度籍、一位加拿大籍，还有两位新加坡籍，一共是四个人失联。至于他们人在哪，目前地点不详，接下来将透过手机定位来救他们。那轿车应该可以，卡车应该上不去。那但是因为它持续有在落石，然后从中横要往那个长春池跟那个这条路下来那个地方，那边右边的话呢已经堵死了，所以只能从长春池走下来。有逃难外籍游客说，地震当时是孤身一人在步道，当下靠着紧贴墙面躲过上方的落石，所幸只有手脚擦伤。Yeah, I got a few injuries, a few bruises, and my leg was swollen, and my hand is got hit. 警消推测，失联的印度籍游客最后身影在台八线175公里处，接下来会加快搜救脚步。希望能尽快寻获这四名失联的外籍游客。 TVBS 新闻花莲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